番茄我们只种了一颗，这是刚刚摘的，其余的都是小番茄，小番茄还没有成熟，我们静静的等待。黄花喽！哇塞，看看你拍个近镜头，我得嘚瑟嘚瑟。看看，我看，到了，这个花好漂亮，咔嚓！那我得展示展示我的种的黄瓜，漂不漂亮？这是第三茬黄瓜了。这个辣椒长得太密了，过两天来打一下汁。好吃。那。我们的西瓜，好开心！这是我第一次种西瓜。这个西瓜是它自己长的，没播种。这是我们后来补种的四颗丝瓜。这边我们还有一块小菜地呢，就是副驾种的，生菜可以吃了。你看这秋葵这几天长得好好啊。哇，这个辣椒应该是那种辣的品种。对，人家又结了好多豆角，而且你看看这个豆角，有这个防晒网中间穿出来，你看，结了好多啊，又可以吃一顿喽。过几天，还特健康，哎呀，真正的最健康的绿色食品，今天晚上吃蔬菜沙拉。好吃。这是自己做的沙拉，这是自己种的黄瓜、辣椒、生菜、紫苏，就是这个盘子太小，菜有点摘多了。